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2022年是中老缅泰启动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十周年。十年来，中国警察与老挝、缅甸、泰国执法部门的湄公河卫士们一道，秉承湄公河精神，以坚强的毅力、过人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，守护着这条东方多瑙河。让我们一起祝湄公河卫士们的每一次巡逻执法都圆满成功，祝愿湄公河航道安定祥和。